新生代的主持人阿布还有郭欣，他们今天开新节目挑战男女的竞技话题，请到综艺天王吴宗宪。阿布是紧张的上台前还灌酒壮胆，被吴宗宪是当场猛亏。郭欣开新节目，前辈吴宗宪摆明来踢馆，首集就有吴宗宪当特别来宾，显然对两位新手主持人来说压力不小。那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酒味从哪里来的？旁边应该是旁边有人紧张，紧张，紧张到要喝酒，我的妈！刚刚有喝酒，有喝一点点了，想说看会不会。就啤酒，看会不会放松一点。什么放味？什么？越来越太紧张。阿布还喝酒壮胆，吴宗宪却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，左亏主持人，右亏来宾，完全掌控全场。主持人本身呢、是一个厨师，而不是一道菜。哦，对，娘娘总有吃完的时候，所以待会就要来帮你处理一下。请问这个是什么菜？啊？你像话怎么讲？那是菜，我们是菜，这是馊水。妙语如珠，逗得全场哈哈大笑。果然姜是老的辣，难怪吴宗宪嘴里直说不怕长江后浪推前浪。麻烦推我，我们在后面帮你推。新形态的谈话节目讨论更加百无禁忌，难怪短短几天已经有3万人次上网浏览，跳脱男女界限，要挑战女生和男生最私密的话题。中央新闻，时尚台北综合报道。